也只能不敢相信。我即使刚到市长，以前刚立法委员，都被性骚扰过。手续默认的替补上，有人就是口头授予，讲些不堪入目的话，啊，入耳的话。又譬如说，可能有些人会毛手毛脚，也可能不敢相信。我即使刚到市长，以前刚立法委员，都被性骚扰过。怎么性骚扰？因为我们在选举的时候，就是在里边很多集会的时候，那都被要求民众要合照。那你看到有些色狼，他在这里拍照，表面上是跟你敬业，手续默认的替上。啊，我当地的时候碰过，我在当市长的时候都碰过，啊，啊，我当市长的时候碰过。那所以呢？那在我小的时候呢，我跟绝大多数父母一样，那当时呢，我们对于幸福的观念，那整个社会不够支撑，所以呢，被害人你敢不敢讲？为什么呢？因为第一个很难举证，你不要有举证，有时候就是两个人在同一个空间里面，那他摸你一把，或者是他的嘴巴讲一些不该听的话。那在这种情况之下，因为只有两个人在，你怎么去举证呢？那在这种情况之下，我觉得很多的妇女压抑这么多年，是因为我们的法律上、整个社会上不够支撑女性。难道我们被欺压的人怕工作不保 ？No， 色狼要让他工作不保，要让他受到社会制裁。碰到色狼贴他标签，你就是色狼，我不相信他待得下去。所以不要害怕，我们要挺身而出，我们要勇敢，因为只有我们自己能够保护得了自己。